的爸爸，他是开飞机的。那架飞机的名字叫做 F-15 英式战斗机，能用非常快的速度在天上飞。我觉得开着英式战斗机的爸爸真的好帅哦。最喜欢开着飞机的爸爸了。终于这个礼拜之后就要结束了。真木，你天生就是英式的飞行员，难道你真的不打算放弃退伍吗？我已经下定决心了。季木现在已经几岁了？下下个月就要过6岁生日了。哎，时间过得可真是快啊，感觉好像昨天才陪你喝通宵庆祝他出生而已。上了年纪才会过得快。嗨，你这家伙居然把我说的像个中年老爹似的。说真的，我们这群人是不是被选上的人？365天都在高度30000英尺6.5G 的严苛世界中，脑中就只想着要怎么样飞战斗机，我们不是非常与众不同吗？就这么离开这里，你真的不会后悔吗？我头一次看到战斗机，是在我7岁的时候，暑假去亲戚家，在去钓鱼的途中，我跟表兄弟不小心走散了，凑巧走到了航空自卫队的基地附近。
真是太棒了，在天际笔直飞去的翅膀被太阳照着不断闪闪发光，就仿佛是银色的流星一样。银色的流星是吗？那个时候的体验决定了我的人生，我为战斗机着迷，梦想要成为飞行员，而且也实现了。那么你更应该……但是我儿子季梦他却不能保证他能活到我决定梦想的年纪。他生的病那么严重了，季梦倒下来的时候，医生也坦白地告诉我，下次发病的话能得救的几率只有20%，就算拖再久，一年之内一定。我已经实现我的梦想了，起码之后的日子要跟儿子在一起，尽可能跟家人在一起。有新的飞行情报进来吗？没有情报进来，状态不明。目前没有情报，紧急出动战机，不久后起飞。腰勾勾，转向80度，爬升30度。知道了。动八动三动。马赫腰勾勾，目标70度，115英里。知道了。知道了。季梦。爸爸今天晚上会工作到很晚才回来，你先睡啊。妈妈，爸爸他不开英式战斗机了吗？啊？为什么呢？这件事情啊，等爸爸回来再问他啊。乖，我念故事给你听，回去被窝吧。嗯。雷达接触，这个玩意儿真的是飞机吗？怎么了，苍岛？笨蛋，会被敌方的无线电。苍岛，你立刻返航。可是，不安的心会害你坠机的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抱歉，任务。进入锁定范围了，马上就能看见。消失了。可以死。我现在还不可以死。那是。
山乐队已经到达现场，坠落在管山山地的 F-15 爆炸起火，临近没有民宅。重复一次，爆炸起火，临近没有民宅，飞行员生死不明。重复一次，飞行员生死不明。是的，是。基地到现在都还没有联络。妈妈，我做噩梦了。季梦他醒来了。是，等一下我再打给你。奶奶打来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有事啊。真的，什么事情都没有。戚薇说附近的山里有自卫队飞机掉下来了，在外面有没有看到火光啊？啊，刘继辉，你怎么了？能够就用一下电话吗？老公，救护车，快叫救护车，你还杵着干什么呀？叫救护车。荣子，我你现在还不能站起来，我去叫护士过来。荣子，你告诉我，我到底怎么了？爸爸，季梦，爸爸，你没有事对不对？是啊，对不起啊，季梦。爸爸，经过仪器检查的结果，并没有查出任何异常的状态。相反的，可以说身体非常的健康。不过在那种状况之下，居然连一处骨折都没有，真可说是奇迹的生还呢。奇迹是吗？报告你的军阶、姓名跟所属部队。二等空位真木顺一，隶属第七航空团第两栋四飞机队。很好，记得失事时候的情况吗？是的。请说明清楚，而且要尽可能详细一点。是的。10月15日，两栋五受到紧急起飞要求，跟舱岛一位飞行官一同起飞，飞行高度30000英尺，往方位2栋2飞行。约2分钟后，突然舱岛机件故障。我无法理解，为什么都没有人对红色发光体有疑问。的确，或许当时的记忆因为惊慌而缺乏可信度，可能就真木，就算了吧。这次的事的确无法解释，机件突然故障，消失的发光体，以及我的奇迹生还。对，这正是最大的谜。但是真木，不管是奇迹还是什么，你好端端的活着，这是事实。可是听我说，你决定走下鹰室，并且离开部队了，却差一点在离开前先离开人世。但是你却没有度过三途之川的活了回来，我真的很高兴。
这点比什么都重要。怪物，右边的封锁状况如何？已经完成，但是目标目前还未进网。那么成员呢？确认全体死亡。老实说，非常恐怖，就像是有猛兽发狂过一样。猛兽？非常遗憾，目标并不是那么好对付。各位旅途辛苦了，请。谢谢，谢谢，请小心点。旅途辛苦了，你飞得真棒哎！谢谢您的夸奖，谢谢，谢谢您的搭乘。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，社长在事务所找你。好的。哦，一品兄啊，可不可以不要再叫我前辈呢？啊？为什么？一个刚入社的新人，让工作3年的一品兄叫我前辈，这样很怪。是我想这么叫的。这跟工作几年没有关系。对，重要的是实力。尤丽子，别这么说了。因为这是真的嘛。社长，城南住宅区的摄影已经全部完成了。好，辛苦了。工作情形怎么样啊？起初是有点不知所措，现在总算……那就好了。社长说的话我一直都还记得，飞民航机不需要竞争心，注重的是安全。说这个话有点班门弄斧，非战斗机比轻型机要差太多了，既不能急速回旋，也不能超越音速。如果硬要说的话，就是每天都过着单调没有意外的日子。怎么会单调呢？我反而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增加，每天都有惊奇的事发生。惊奇的事？嗯，驾着战斗机飞上天，那只是孤独的一人世界。原来如此，那么今天你又得吃惊喽。啊，季梦她来了，跟夫人一起来了。是真的吗？下午的工作
只有飞一趟短程航班，飞行顺利3天你就能够回来了。在那之后你也可以在家人飞一下。但是社长，飞行计划书已经提出了，就算是我提早送给季梦的生日礼物吧。谢谢社长。爸爸，一路顺风。真木先生好迷人哦，本来以为自卫队队员会是个更可怕的人，可是却让人觉得好温柔，而且啊还很认真呢。让你久等了，我是星船航空的真木。等你爸爸回来之后啊，就能让你坐小飞机咯。嗯，呜咻，好快好快呀，咻，急速俯冲，咻。杂志取材是吗？还好今天就能够完成，要是再过去一点那就。具体怎么样其实都无所谓，因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你，真木二等空位。要立刻倒去，为什么？闭上嘴，照着引导指示去飞。总该告诉我目的地是哪里吧？在12公里之外，你就在龙海角南端的海岸线降落吧。哎，等一下，那种地方根本没有起降跑道。在国道87号，封锁了大约1公里左右的距离。降落一般道路，你是说真的吗？以你前英式战斗机飞行员的身份应该没问题吧。我们是 BCST， 是和美军合作在防卫厅内新设立的对生化恐怖活动特务机构。太让人吃惊了，好歹也是国家机构，居然还因为事情就是迫切到这种地步。你又是谁啊？他是 BCST 的科学专门官，也是本次作战的提案人水原沙罗，请多指教。这是哪里？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方？好，好，我明白了。那么先谢谢了。好的。有消息的话，尽快跟我联络。都已经找遍了，还是没有一点线索。果然，一平，对不起，社长，刚刚真木先生的轻型机找到了。哪有人不用无线电联络一下就降落的？前辈，我们担心死了。真木先生，你真是的。
脑先生，好久不见了。你们到底是谁？得先跟你说一声，从一个月前你就已经在我们的监视下了。你们一直跟监我，就让你知道为什么吧。距今三个月之前，在太平洋海面有不明物体坠落，当时由海上自卫队派往调查的一只深海作业艇失去了音讯，被回收的船体全毁，但是操纵者有动却奇迹似的生还。据他的证词表示，破坏作业艇是由一个不明青色发光物体造成的。青色发光物体？也就是说，他跟你经历了相同状况，早已经在太平洋海底下发生了。让他看看照片。是，这是在生还一周后在硫磺岛研究机构中拍摄的有动二位外表。这是他受到发光体的影响而发生了遗传基因等级的质变，接着他就逃亡了。逃亡了？他把壁虎同化进体内，并且将他的能力加以表面化。吸收其他生物，更进一步的进化。我们让一头极恐怖的怪物逃跑了，所以你看到什么？有什么东西把士兵们就好像是当成猎物一样，那个家伙把猎杀当成享乐。别再说了，够了。不会有错吧？这是出奇变化。等一下，难道你们最初是感官会灵敏到异常的程度？有动二位也是这样的。你们该不会认为我迟早也会跟他一样变成怪物吧？所以才持续监视并且拘留你。开什么玩笑，我不一样，我还是单纯的人类。那为什么你脑中能够显现硫磺岛的惨剧呢？那是与 The One 的思想同步，所以会视觉化。 The One 那是那个怪物的代号吗？你们又打算怎么叫我呢？叫你 Next 应该是这样吧。请你们告诉我，我老公现在到底在哪里？真木他现在因为某些原因人正留在防卫厅机构内。某些原因是指？详细的情况是，但不过本案涉及国防事项，希望你们不要多做无谓的询问，并且听从我们的指示。国防事？他现在不是自卫官，是我的员工，这样乱来我不接受。就是啊，为什么？社长，你再多说说他们嘛。总而言之，让我们确认他的安全。现在就要，不肯配合的话只会让事情更麻烦，不论是对我们或者是对你们。萌萌，季梦，爸爸为什么不回来呢？
季谋，你爸爸一定会回来的，叔叔向你保证。苍岛先生，无论如何，今晚先回家吧，拜托你们了。让我跟家人联络，就算说句话也行，说声我没事。带他去吧。是。好，这边。给我安分一点。进去。可恶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已经准备完成了，再来就是等了。不过不能保证他会出现，那个时候的责任就……我相信在硫磺岛研究所时记录下的那段预言，同时这一次一定要抹杀掉 The One。又来了，又是跟刚才一样的感觉。来了，那个家伙在这里。绝对没错，他感测到 The One 的存在了。探测到反应 A3 地区出现目标。目标往陷阱点移动。我出发了。182班由左右展开，3班在一楼正面待命。最后再确认一次，这个真的能够收拾目标物吧？毒性已经确认过一次了，100%能够杀得死他。真是让人安心的答案。那个家伙是冲着我来的，想把我给杀了。目标接近陷阱点，射击预备。放我出去，把我从这里放出去，把我放出去。放出去。
停！看起来他对毒性的免疫机能被强化了。德万的自我进化速度远远超过预测之上。你趁现在快逃，快走啊！果然，你就在这里。你爱死，所以杀了你。
生了。什么痛苦？我懂了，你和人类没有完全的融合。
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？你总算醒了。我不记得了吗？你因为受到德万的袭击而变身了。那一切并不是做梦而已。恐惧吗？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人类这件事，觉得恐惧是理所当然的。那种恐惧，唯有一死才能解脱得了。一开始你就知道，对吧？那个家伙会被我吸引而现身的事，你们只是利用我当诱饵而已。你说的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因为在硫磺岛研究所被监禁的有动二位，早就预言了会有跟自己相同状况的人出现。从天空接着另一道光将会光，对，那家伙追着我，追着我。怎么了？这有什么好笑的？那家伙很碍事，所以我要杀。然后呢？如你们所预料的，我也变成了怪物，想要从我先杀起吗？不是的，得先暂时观察你的情况。为什么？那个时候你居然挺身救了我的命。我真的很意外，变身之后跟发挥了可怕狂暴性的有动二位相比，你仍然可以控制你身为人类的心。看来 Nex 或许不该列入我们的格杀对象内，至少目前是如此。也就是说，我是个能够派上用场的怪物，是吧？希望你可以协助我们，用你的力量去杀了他。如果我拒绝呢？那么牺牲者就会再度出现，而且还是天文数字。家伙把工具箱就丢在这种地方，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怎么
荣子，季梦呢？病情好点了，现在已经睡了。是吗？我跟基地联络好几次。对不起。在参加你同袍的葬礼时，我才有了体悟，真的体会到自己是飞行员的妻子。但是季梦才五岁而已，现在是他最需要你的时候，就连在意识不清的时候也一直爸爸爸爸的叫着。但是你，怎么样，下定决心了吗？为什么会是我？真木二等空位，你大概是被选上的吧，被某种特别的意志选上，而赐予了对抗德万的特别能力。能不能别再叫我二等空位了？我已经不是自卫官了，我为了家庭放弃战斗机，就某种意义来说，我只是个到处可以见的软弱人类而已。这样的我为什么，为什么非得跟那种怪物战斗不可？为什么？非常遗憾，我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件事情已经开始逐渐恶化了。这是昨天晚上发生的毒瓦斯外泄事件的西新宿现场附近，虽然详细的情形现在都还不明白，但在地下隧道中至今仍然有数人下落不明，并有警方持续的在进行搜索中。这起毒瓦斯外泄事件非常突然，新宿的地下街里，大都市的中心部，部分人认为老师叫你们画长大要当什么的话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要把画还给大家喽，叫到名字的要大声回答，然后到前面拿自己的画。好。现在香泽公府要来，这是木匠对不对？真木季梦要。很好，这架是什么飞机啊？ F-15J 英式战机。是哦，季梦也想像爸爸一样当个帅气的飞行员，对不对？嗯。涉谷浩子要。妈妈，爸爸是因为我才不当自卫队员的吗？才没有这种事呢，是爸爸说的吗？嗯，可是爸爸跟倡导叔叔聊飞机的事的时候，看起来真的好高兴哦。我觉得爸爸真的很喜欢英式战机，可是现在，爸爸，他最喜欢的人是季梦，比起战斗机还要更喜欢，所以，啊、季梦，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季梦，怎么样，季梦？季梦，怎么了？救护车！你怎么了？我儿子病倒了。啊！射击！追！向幕僚本部要求对他的射杀许可。等等，不靠他的力量是打不倒那个家伙的。他是个怪物，相信他根本是个错误。等等，这里失踪，目标逃亡，请求射杀许可。紧急转接给苍岛一位，我想知道他监视的那对母子是不是有什么异状。季梦，
社长，那死在那里。季梦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在检查室，还没有恢复意识。他一定不会有事的，季梦。他是真木先生的孩子吗？对吧，社长？没有错。谢谢各位关心，但是季梦他先天就有血液方面的问题，如果那个病要是发病的话，夫人，放心吧，一定要相信他。就是啊，您放心吧。放心吧。恐怕是感受到他儿子的病情，所以逃走了。他一定会在那里出现的。如果真的出现了，你打算要怎么对真木？苍岛一位，那些你没有必要知道。由于刚刚发布了特别警戒宣言，自卫队已经开始引导避难，新宿现在的情况就如同下达了戒严令。什么意思？要是跟他战斗的话，我有可能会死。拜托你，一眼就好，让我去见我的儿子。让他过去。十分钟，不能再多了。明白了。先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荣子，季梦还好吗？血液不但呈现的是正常值，连我们担心的疾病症状也没有出现。那么，他为什么还在昏迷呢？原因很可能是精神上的疲劳吧。今晚还是先住院，加入营养剂的点滴应该可以帮他恢复体力的。那我不打扰了。让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为我担心，季梦，爸爸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爸爸哪里都不会去了。爸爸，我不要紧的，快去工作吧。季梦，没事的，工作没关系。不行啊，爸爸，开飞机不是爸爸你从小的梦想吗？我也很喜欢天空哦，所以你要努力工作，我也会加油让身体好起来。这一次一定要让我坐爸爸开的飞机哦，你能答应我吗？我答应你。顺一，
个你要出勤的早晨，无论我们的争吵有多严重，我一定会笑着送你出门，这点我一直都有做到哦。荣子，一路顺风，小心点哦。啊，我出发了。我本来想，如果你不回来，那我就自己把德万给处理掉，就算是要同归于尽。当他的尾巴被切断的时候，我从飞散的碎片中开发出了毒性更强的特殊弹药，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超越他的进化速度，但是我认为值得放手一搏。你在讲到他的时候，会让人感觉到你在特别压抑你自己的感情，这也算是超能力吗？不知道，只是有这种感觉。有动贵文，他其实是我的情人，本来明年我们就要结婚了，会有一个跟你们一样的家庭，一个平凡却又温馨的家庭。在硫磺岛研究机构里面，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下手杀他。你想杀了我吗？因为我的失误造成了许多牺牲者，所以这一次我要亲手。不，打倒他是我的使命。拖得真久啊。是曾我部先生的指示吗？是的。要出发了。哦，慢着。因为你的失误让我失去了许多部下，你认为我会放过你吗？为了不要再增加更多的牺牲者，我们非得借用他的力量不可，再一次就好了，请你相信我们吧。暂时待命。他会把各种生物吸入体内，借此让形态与能力产生变化。现在到底变成什么可怕的样子，已经无法想象了。告诉我。什么？我当时和光同化后还能维持自己的意识，但是他又如何呢？如果他同样也是因为光的影响才会变成那样。不是的，在他跟你身上的光是完全不同的。
青色的光与红色的光，如果与他们相遇是偶然的话，那他只是运气不好。虽然这样说并不合理，但这就是事实。但是如果他……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？我一回过神，却在这种地方。快告诉我，我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果然是这样，他也一样没有失去他人类的意识，就只是被怪物平附上身体，被夺去了自由而已。那个男的是谁？沙罗，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？这个地方是天堂。这里是天堂？没错，桂文。其实你早就已经死了。枪，但命中的可却只有一发，没有瞄准怎么行啊？泪水让视线模糊了，对吧？天真的女人，永别了，桂文。去死！只要敢阻挠我的家伙，我就全都宰了！你这家伙已经不是人了！我绝对不容许你！手暗示，
我能飞，我能在这片天空飞。就是这种感觉，在30000英尺的空中，独自一个人划破空气般的飞翔，自己就像化作了光一样，简直就是银色的流星一般。全都烧了，玉玲。形态图画，和我一样完全把衣服的人类吞噬了，不就好了吗？你这个蠢货！再继续站下去，
真木的身体会撑不下去的。要是我死了，那你会怎么样？恐怕只有跟你一起消灭掉吧。那这头恶魔不可以，怎么能在这里坠落？不可以，我还有非得实现不可的约定，打倒这个家伙，这就是我最后的任务。这一次，我真的死了吗？真木，
我为了贯彻我的使命而让你的性命。没关系，现在我也终于领悟，领悟到和你的相遇一定是我的命运。命运？我们这些战机飞行员并没有办法选择自己驾驶的机体，要是座上的战斗机故障的话，无论技巧有多好，一样得赔上一条命。但是我们接受这是命运，也这么的往天上飞，因为遇到了你，我才能飞这最棒的一次，所以我没有后悔。你真的没有后悔吗？只有一件事。对于没办法遵守跟儿子的约定，没办法一起在天上飞的这件事，距离那如噩梦般的大惨剧已经经过一个月了。虽然破坏的爪痕至今仍然鲜明地留了下来，但更深刻留在人们心中的，则是那位光之超人的身影。打倒了恐怖的怪兽，并消失踪影的那位超人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又是否会再度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呢？妈妈，孩子们现在对神秘的超人满怀着憧憬，并且称呼为超人力霸王。一路顺风，要小心点哦。很棒，对吧？嗯。谢谢你，宝宝，谢谢你遵守约定。嗯。不过，能遵守跟季梦的约定，并不是只有靠爸爸的力量。哦，那到底是靠谁啊？是重返这片天空，爸爸的一个朋友。宝宝的朋友。嗯。是我小时候所憧憬的银色的流星。谢谢你，超人力霸王。最喜欢开着飞机的爸爸了。等我长大了之后，我也要当一个像爸爸一样的飞行员，然后在天空中飞，那就是我的梦想。Close your eyes.
window to your soul. Wish I knew this place you're in. Take it in and let the siren sing. Brace yourself for the very next fall. Press your pleasure in. Yours too, I give my heart, give all to you now.